位在北京历史上的著名商店集散区。八里桥是北京最有名的农产品批发市场，这里的固定摊位有2600多个，临时摊位有1000多个，规模之大，交易额一年有40多亿人民币，分为农产品、建材和日用百货3个区域。这里的农产品非常新鲜，感觉还透出阳光和大地的气息。如果来到外国喜欢逛农民市集的人，一定要来八里桥逛逛，感受这朝气蓬勃的气氛和川流不息的人气。市场内环境干净，也有许多美味餐厅可以品味，有空一定要来逛逛。